你味的特别好吃。他们这个爆炒兔肉啊，是这儿的招牌菜。怎么了？哭了吗？角度高角度收下巴，人家还有胸呢，能露则露，面前走，这是标准男人爱看呢、啊、我要欣赏糖，我要欣赏糖，那你要不要吃鸡鸡啊？你再害羞点，他昨晚已经吃过了，吃过了，你味的特别好吃。